一年前，客户特地从嘉义来到了高雄，在我们园区内挑选了一颗精湛的罗汉松盆景，预计种植在家中。经过一年等待的时间，终于要进场了。在进场前，跟老板先到嘉义去敞勘，主要先了解一下吊车的吊挂位置，熟悉环境以及施工的动线，并丈量一下场地的空间，让接下来进场施作的工作能更有效率的进行。让我们一起期待接下来改造施作的成果吧。